大家好，是恩妈。好，大家好，是恩恩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台东太平的马卡龙公园。这里呢是十月底才全新开幕的公园哦，非常多粉丝跟恩妈推荐，在这公园呢就可以玩一整天啦。恩恩，你知道这公园的溜滑梯啊是全台湾最高的溜滑梯哟、哦？哇，这有多高啊？快要四楼高哦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好，我们赶快去玩吧。哇，这里真的很大哎。像他们这个荡秋千这一区啊，他们的地板都有特别铺 PU 软垫，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玩也是蛮安全的。哎，你要玩吗？跳跳跳，对，跳跳跳。好，来，很棒哦，再跳过来一次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去玩溜滑梯吧。安安，你看下面有沙子，我们跳去那边玩。出发！安安来这边玩，有沙子他就很开心了。安安来，石头来了！哇，妈妈哇！好，妈妈哇！安安好玩吗？妈妈要跟哥哥去玩溜滑梯了，待会见。对，小石头，然后恩恩跑去玩溜滑梯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安安呢，在这里放到没电，这样回去比较好睡。你要去哪里？安安在这个沙池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的，都不用去玩别的。你要从那边上去哦，小心哦。哇，这里真的很好玩，旁边还有攀岩区，可以让小朋友爬。加油，加油！哇，这边真的很大哎，而且这里溜下去之后啊，下面就有很多碎石区，然后旁边呢都是攀岩区。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适合让小朋友在这边玩一整天。我们现在要来玩的是这个高卡游戏区，它楼下呢有很多绳索，然后上去呢就可以玩溜滑梯啦。走吧。好啦，你爬网子上去，毛毛走楼梯上去，加油，我们上面见哦。好好玩哦，它除了溜滑梯，底下呢也有很多攀岩的地方。恩恩加油，加油。恩恩加油！我觉得恩恩光爬这个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。上来之后还有网子跟楼梯可以选，然后就是那边排队，我们也去排队吧。恩恩加油！出发！恩恩溜走了。哦，恩恩上来了。好，我们再去玩下一个设施吧。现在呢，恩恩跟安安那边玩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最适合的地方就是沙坑，动态的玩一玩累了就来这边发呆。他们光沙子区就玩了一个小时哎、欸。那先不要换尿布了怎么办？这里有地方可以换尿布吗？有啊。我们大家去换尿布吧。我觉得很少上公园却看到清洗厕所耶。你看它里面有分三种座椅，一种是把宝宝绑在上面的婴儿安全座椅，跟大马桶还有小马桶，然后还有换尿布台。哦，好贴心啊！而且我觉得里面还蛮干净明亮的。对。来啦，我们先帮安安换尿布吧。好。Hello。换好了。要是干净清爽的宝宝一只，超开心的。对，我们去看狗狗吧。哪里有狗狗？它这边呢还有1500平方公尺的宠物区哦，我们赶快过去看吧。专门设计给宠物的。对，就是遛狗狗的区域。哇，好棒哦！1500平方公尺的宠物活动区，分成中小型犬跟大型犬两个区域。
他们连喝水区啊、洗脚区都有规划进去。毛小孩啊，我还有一般的小孩都有顾到，所有的小孩都顾到。然后像他这边后面呢、啊，还有规划一个篮球场。准备好了吗？出发了，到。好。哇！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我觉得小朋友光玩这个回去就很好睡了。我觉得住在这附近真的很幸福哎，在这边玩一整天就够了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安安超开心。安安手上抓了一把东西。抓一把石头。对。安安加油！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哇，不想回家。真的，很棒很棒。我们来看看恩恩他们在玩什么。这是什么卡？加油加油！小孩厉害耶，恩恩。我觉得马卡龙公园啊，它整体规划的非常的完整。就是它除了有小朋友最喜欢的游戏区之外呢，连宠物区、超大草坪，还有自动式的多功能篮球场，这些都有规划进来。连洗手间、汽机车停车位啊，他们都有特别规划进来哦。妈今天过来呢，是走西四的快速道路过来，就是下交流道呢，不到五分钟就到。所以我觉得这边呢，交通也非常的便利，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。你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在这附近好幸福呀。走。